美麗的一個我哋叫做説話，就係話咧，因為呢個世界上面咧，永遠有一個人咧陪著緊另一位人。嗯。啊，呢個係一個好美麗的一個想法啦。咁反而我有個興趣問就係話，即係你個信心建基於乜嘢咧？建基於個家庭咯，因為可能細個我即自己個屋企咧，爸爸媽媽佢哋又係細個分開，咁爸爸因為有第二個，咁所以對呢一樣嘢咧，可能真係比較大啲影響，同埋真係接觸咗呢一行多，即係好多呢啲嘅，同埋周遭嘅身邊嘅新聞都有令影響，令我影響到有咁嘅唔可靠嘅感覺。